厨房的炉火再次被点燃，切菜做饭就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温暖。请假一下子没有关系，只要能有力气出力气，有时间就贡献时间，然后看小朋友这样开开心心长大。就是本来已经散步，本来外面上片了还没注意用差不多这还起来起来还是暗。因为疫情，未来之光孤儿院一度面临断粮危机，此季援助大米和食材，在岁末年终时也带来小朋友最期盼的礼物，不让爱在他们的生命中缺席。我们家车机我们帮我们拿几张，在不但我们拿因为我们塞几张不满不带为几家在我们的地上来没穿穿不过嘛我们都穿不过不过。在会所也邀约照顾户和长期合作的伙伴参与岁末祝福活动，而且这个帮助不是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国家，因为你自己的国家经济繁荣起来，你们的生活也会跟着起来。透过影片也看见点点滴滴的爱如何遍布全球。你看，我看手机，你们什么的，注意，他们在干么子？他们在吃饭，在在那边摸，在看他，在弄，在理，在面对，他说：“你看，你们怎么？”我打不干，他是哪哪个国家去的？我们不干他，伊斯兰，他们一个，他是哪看不国家去的啊？带回了大米和补助，也不忘领取竹筒，期待自己也能够是助人的那份力量。大爱新闻资深美职工钟川玉、潘晓彤、洪文清，柬埔寨报道。